好的，我们超级夜总会在2012年的时候，碰格顺格就已经得过一次主持人奖了。后来可丽姐才加入的，结果可丽姐就一直想说，哎，怎么我加入就再也没有入围了？今年入围了，恭喜！哎，真的。对，那听说你女儿非常非常支持你，要不要给她喊话一下？啊，今天早上其实她有传简讯给我，她说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最棒的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，爱你哦。彭制作就说我要帮你再拿一座主持人奖。那这条路走了10年，12年前，我忘记跟我妈说，妈，我得奖了，谢谢你。因为我进演艺圈，全家人都反对，只有我妈在半夜的时候说：“孝顺，你很有天分。”所以内心里面的那种感激，我是希望我化为在演艺圈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都能够为大家服务，我看到你们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。时间已经超过了，该感谢的感谢，老兵不死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要颁发今天最大的压轴大奖，我们要颁发的是综艺节目奖，还有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好的，在我们一个一个访问之前，先来分析一下这次的玄妙之处。这个入围名单很神奇，我觉得你这个做综艺节目呢，你要入围，你就要耍一点心机，从取名字的时候就要开始耍心机了。例如说，你一定要有“小”这个字才会入围，例如说“小姐不惜地”。突破重围啊，自然而然，好不好？再来，你如果没有小没关系，你就是取那种大的，好，例如说女王大人，哎，人家入围过3次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有一种很恐怖哦，他是很大那种综艺大热门，他入围了13次，五个 combo。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，你也可以学我们，例如说有小也有大，小明星大跟班。对，这个我们入围了5次。对，那没大没小怎么办？想一下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往狂一点去冲，霸气一点，超级超级夜总会，人家也就入围了3次嘛，你看看，啊，这都还只是取名字的一些小巧思而已哦。那其实这样一字排开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们？综艺节目每天都不能没有他们，但是女主持人是不是特别少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姐妹们聊天一下。首先，超级大美女 S 姐，哎呦喂啊，天哪 ，S 姐你已经艳冠群芳，太恐怖了。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是说，前后两任搭档都跟你一起坐在这边，第一次入围的派翠克，哎，你好你好，还有合作了好多年的陈汉典。哎，我在这边呢，有你们应该认识啦，有，对对，还是要问一下 S 姐，那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好处、优点在哪里？喜欢什么？跟我们分享一下个别的。我觉得派翠克是我姓刘，对，刘伯派翠克刘伯承柳丁，然后是我在主持《小姐不惜地》之后认识的新搭档。我觉得《小姐不惜地》。没有他站在我身边，我会主持不好。哇！然后你说还要分析谁？点歌。他又不是我的人了，现在。哇！他已经是宪哥的人啦。哎呦！而且你太瘦了。哦，太瘦也是一个问题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就等待你们上台领奖 ，OK？ 好，再来，我们要访问到的另外一位姐妹是亲爱的可丽姐。哎，借我挡一下，你应该没差吧？哈，你镜头已经很多了，哈，又不是说很帅在那边。可丽姐，谁让你穿唱子的？我老公说 OK 啊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哎，好，谢谢。你要问可丽姐，谁让你穿这样子的？我爸说 OK 啊。哎，我今天有一种感觉是酒池肉林的。大美明仔过来哦，嘿。好的，我们超级夜总会在2012年的时候，碰格顺格就已经得过一次主持人奖了。后来可丽姐才加入的，结果可丽姐就一直想说，哎，怎么我加入就再也没有入围了？今年入围了，恭喜！哎，真的。对，那听说你女儿非常非常支持你，要不要给她喊话一下？啊，
今天早上其实他有传简讯给我、哦、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都是最棒的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妈妈你是最棒的。主持人可以不要再摸我的手了吗？哎、欸，你真的当你来哪里了吗？为什么他会坐在这里啦？习惯了，旁边有异性都会出手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接下来我要访问到另外一位姐妹，今天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，因为呢，她这两天就手握三张票，然后呢，明天戏剧金钟她还要上班，等于她今天可以不用卸妆，等一下就再出席明天的活动就可以了。露露，黄露子怡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恐怖哎、欸，这种紧张心情你要一直持续到明天。对对，所以我们就来一个灵魂拷问。哦，来来来，要干嘛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阿诺，想一下你旁边已经合作了 N 年的点点跟那个线线、嗯、线线，对，然后还有在泳池旁边林柏宏完美的侧脸。Oh no！ 那一吻。亲下去一吻定情了啦。那请问你要拿哪一个奖？你要现在选就对了。对，你选，对你选，而且选完这两张你可以带回家、哦、慢慢看。一二三，啊哈，跌倒了，都拿到了。哦哦、全部都要是不是？对啊，都拿到了。可以可以，而且跌倒还要讲啊哈，跌倒了。酒池肉林，酒池肉林。好啦，有机会两个都得，我们也觉得不错。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，一定可以的。谢谢。好，妆不要卸，明天还有一场哦。好 好，再来，我们要看一下，来来来，来到这边了。好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在红毯上，去年陈哥已经帮自己抽出了得金钟，而且预测成功。对。然后今年呢？也不小心又抽到一个得金钟，我们不知道会不会预测成功。不好意思，今年我们又抽到了，又抽到，抽到就抽到，不要耍狠，哦、不要那么狠。对对对对，没事，其实也就只是抽到而已。气势也是要有。好，那因为那是陈哥自己的手气，那今年下个月陈哥很忙，因为他还入围了金马奖嘛。对。那不然敢不敢嘛？敢不敢怎么样？我们让你抽。我又要抽。好。这压力也太大了。啊，你抽看陈哥会得什么奖？我们一切都要交给命运，对不对？交给命运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换个搭档过几天。哎，马大元心理师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一定喜欢在上面的、啊。好哦。究竟陈哥今年会得什么奖呢？我们直接翻开来喽。Yes。金马奖，等一下，你们的恭喜来得太矫情了一点吧？怎么办？合作了七年呢，你们？你们那个恭喜的言不由衷的意思是，等一下就跟我无关就对了，是吧？哦。哎，陈哥，这真的很恐怖，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哎，然后他就抽到金马啦。哇！你就金马奖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先敲敲钟再骑马吗？不行吗？可以，说不定陈哥是对的，那你就有很有问题啦。我就没关系，你冷静，什么都只是抽到而已，谁知道？对，我们、okay. 我们都是队友，我们不是对手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会祝福你，祝福你。我们以上这五哎五组，一二三，哎一二。啊啊！还有我，还有我啦，啊、还有我，第五组就是我啦。你自己访问你自己好了。对，访问我自己，我真棒。对，还在清胃就出来工作，我真棒。你真棒。好，越来越紧张了，请大家跟我准备好，我们一起调整呼吸，吸吸吐，吸吸吐，吸吸吐，让我们欢迎颁奖人浩子，还有乱弹阿翔。大家好，我是乱弹阿翔。大家好，我是拄只讲句的耗子。哎呀，哎呀，毕业中的伙伴。哎，翔哥啊，你以前的人生吼只有音乐，但现在我发现你怎么天天上综艺节目啊？没有天天上综艺，我还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上次我们
得了那个金钟主持人奖，我发现怪怪的，你的人生变怪怪的，对不 对？你变成综艺咖了，不能这样讲了，我骨子里还是 rock 啊，还是有点 rock， 只是说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要来点综艺这样 ，rock 又有点综艺，是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卡轻松了，卡轻松了，你可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吗？不让的示范，下面给 rock 示范一下 ，rock 加一点 rock 跟综艺感 ，OK 可以。吴宗宪的三 D 妇女写满新年信，陈振国成八亿相差三十岁还是有默契，洪恰恰口号孙苗可立，台湾性格唱歌给你听，派翠克西西地风格鲜明又犀利，吴宗宪、陈大姐、黄璐子怡，运动，耶！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入围的有。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，我真的忍你很久了。小 S、徐熙娣、派翠克、柳伯承、小姐不熙娣，东森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是不是？我们算聊得来。吴宗宪、Sandy、吴珊如、小明星大跟班、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放弃治疗。我上去了。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、黄璐子英。综艺大热门，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曾国城、巴玉、女王大人，未来电视网股份有限公司，超级夜总会，永清来教会，孔恰恰、许孝顺、苗可丽，超级夜总会，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得奖的是彭佳佳、许孝顺、杨凯丽、超级演唱会。三位主持人风格各具特色，他们以幽默风趣的对话和自然亲切的主持方式吸引观众，擅长以夸张搞笑的角色亲近乡里民众，不计形象的与观众同乐，灵活应对各种 live 场面，为节目带来轻松氛围和温暖感动。谢谢。从我成为第一年主持，彭制作就说我要帮你再拿一座主持人奖。那这条路走了十年，那谢谢评审，谢谢三立电视台，谢谢董事长，谢谢高总经理，谢谢你们，真的很对我很好，一直很照顾我。然后我谢谢超级夜总会。谢谢孟芬、珍珍，还有说他最会写本的台客，谢谢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。说真的，没有你，没有你们，真的也没有我们。我非常谢谢碰哥、顺哥。说真的，没有他们两个，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。再来就是谢谢我的爸爸妈妈、我的家人，谢谢你们无条件的支持我。最后我要谢谢就是。带我入行的林权力大哥，其实我上次得奖的时候太紧张，根本忘了讲。其实是他带我进入演艺圈的，没有他，也没有今天的苗可丽。
谢谢所有的乡亲朋友，没有你们的支持，剩下二十秒，没有超级演唱会，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人家难得上来，快点。谢谢评审委员，谢谢文化部，谢谢三立电视公司，谢谢张总愿意让我们，让我一直在舞台上面胡闹。十二年前，我忘记跟我妈说，妈，我得奖了，谢谢你，因为我进演艺圈。全家人都反对，只有我妈在半夜的时候说：“孝顺，你很有天分。”所以内心里面的那种感激，我是希望我化为在演艺圈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都能够为大家服务。我看到你们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叫《笑脸的出发吧》，没有入围，明年请注意，谢谢。时间已经超过了，该感谢的感谢，老兵不死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胖哥。